在你们那个要组织新的家庭，爸爸祝福你们永远幸福。夫妻之间最主要是应该互相忍耐，人生旅程，祝爸爸祝你们幸福快乐。啊，那个大明，我今天把那个志颖交给你啊，你要带他一生一世，祝你们幸福快乐，永远美满。谢谢。谢谢妈妈的指导我。养得那么好，养那么多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跟大明会一起携手度过未来的人生。那我们也会常常回去看你们，然后也会好好孝顺你们。爸爸子，妈妈子，你们就放心把指引交给我吧，我们会常常去看你。
wonderful. When you're not around, I can't think. When you're not around, I can't sleep. When you're not around, I know just what I need.So wonderful.